感觉哦，人逢喜事精神爽啊！是，先跟现场大家打个招呼吧。大家好，耶、yeah!！太开心了！8月13号发行 Myself 的概念专辑，然后呢，在这个各地征战2个多月之后，今天回到了台北，跟久违的粉丝见面，聊到这一次这个 Dance with Me 的4D 豪华影音专辑，是不是感觉蛮特别的？让Jolin跟大家介绍一下。这一次就是因为整张专辑的概念是以 Party 为主，然后接下来有我演唱会，所以这个改版是有 Remix 的舞曲，是做演唱会的暖身哦，所以呢，把这个 Myself 概念专辑里面的舞曲做一个重新的混音，让大家在家可以听得很过瘾。就挑了5首歌，然后在家把这5首歌串起来，所以总共6首。然后本来的专辑1张，然后再就是幕后花絮1张 DVD， 对，然后再来就是好热闹哦 ，MV 1张，对，所以是4D 专辑，双 DVD 加上双 CD， 所以这一次呢，一个很大包的一个奢华的影音版本，希望可以让歌迷一次的做收藏，对不对？不过呢，Jolin最近在忙些什么样的事情？最近就是在海外有一些活动。然后准备要把宣传结束之后，就开始要练舞哦，演唱会闭关了，时间还蛮紧迫的。所以呢，昨天刚刚这个结束内地的活动，才回到台北，就即刻马不停蹄来跟台北的粉丝们见面。我请问现场的粉丝，九令美不美？漂不漂亮？今天呢，果然亮丽现身啊！而且呢，九令要聊到说，这一次这个4D 的奢华影音专辑的这个丰富内容之外呢，一定要聊一下，听说万圣节要到来啦。所以呢，我们让这个Jolin呢，在继续跟大家聊天之前，先来拍个照，好不好？让这个Jolin在舞台上面先单拍一下，先单拍一下。单拍完之后呢，我们来拿个可爱的南瓜气球，应应这个万圣节的感觉。而且Jolin今天跟万圣节，对，有点感觉呼应到哎。好，拿这个可爱的南瓜气球来拍一下照，来拍一下照。对 ，OK。那当然呢，Jolin今天的感觉呢，现身呢，感觉还是非常非常的神清气爽哦。一向以来呢，Jolin的音乐都是具有指标性的作用，所以呢，我们呢，对，让这个Jolin呢先来拍个照。哇，可爱的南瓜气球，有一种圣诞节，不是圣诞节，万圣节啊，万圣节诡异的感觉。好，可爱的南瓜气球，让这个Jolin呢来拍个照。好的，麻烦Jolin呢，我们就各个角度咯，右手边、中间、左手边。而且这一次呢，10月29号4D 的奢华影音专辑，刚才提到过了吧？之前呢，5首的舞曲做一个混。